Hello， 大家好，我是 Brandon 毛巴。之前的赛季一直都揀河北的，而今次元少就在河北了，所以我就揀元少啦。今个赛季我最期待就是可以改变历史，例如刘璋可以灭刘备，袁绍可以灭曹操，感觉个可能性就可以多很多了。喜欢剧情向的玩家就千万不要错过。而今次我揀袁绍势力的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工兵保密而来的，大家的三世女三世六如果欠缺主力的话，袁绍的高级特性就可以帮到大家了。有没有想过 S 级的蔡文姬和 S 级的张飞，那我们就可以多很多组合去组出来的了。在战场上面，袁绍的六级战塔可以给到一定压力给对手的，就算主队撞埋去都会消耗不少的兵力的。而中级特性仙灯可以令到袁绍势力的大家用更加少的主力去撕开对方城池守军的防线。如果大家喜欢稳打稳扎，喜欢研究配队的大家，袁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新赛季的其他势力是不可以迁城的，而支援州的城池亦都不可以调动的，那就代表和第一季至第三季的策略完全不一样了。指挥官们要好好做下功课了，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去战略家营地慢慢预习一下了。